生蛋里面有胶原蛋白，而且跟我们的阴质很有关系。生蛋长茧是打类固醇的状况，因为所谓的生蛋长茧指的是结节，那结节反而是胶原蛋白的增生，那这个时候你要打类固醇去抑制胶原蛋白。基本上打在这边应该不会造成脸圆呐，你纯粹应该就是有点微类固醇，不是有微类固醇，你那个纯粹是前一天喝太多了。你看，你讲我好像你脸不圆。市井豪门后，请继续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